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南无莲池海会佛菩萨。Homage to the Sea Vast Lotus Pool Assembly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The unsurpassed profound and wonderful Dharma is difficult to encounter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aeons. I now see and hear it, receive and offer it, and about to fathom the Tathagata's true meaning.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善知识，今天晚上我们继续研究《佛说无量寿经》。Buddhas, Bodhisattvas, Brahma Master, and all the fellow cultivators, tonight we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Buddha Speaks of Infinite Life Sutra. 现在看的还是在法藏比丘所发的第十七愿，诸佛称叹的愿。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不悉知皆称我名者，不取正觉。If when I attain Buddhahood, innumerable Buddhas in the lands of 10 directions should not all praise and extol my name, may I not attain proper enlightenment? 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呢，使到十方一切众生都有机会能够认识他，知道他的功德，然后呢，就也认识了极乐世界，就会发愿去极乐，而得到法藏比丘成佛之后的度脱，大家都可以早日成佛哈。所以这个愿是最重要的愿，对我们来讲，如果他没有发这个愿，今天我们不会认识阿弥陀佛，因为释迦牟尼佛不一定会介绍他。他之所以会介绍，就因为有这个愿的关系。诸佛都是互相配合的啦，他们会观察哪一尊佛有特殊的愿，有 involve 到其他佛的，那他们就要配合。譬如这个愿就是 involve 到所有的佛啊。他说假如我成佛啊，十方世界无量诸佛个个啊一定要认识我，也会介绍我的名字，赞叹我的名号给他们所要度的众生认识知道啊。因为这样子的愿呢，就使到十方诸佛任何一个人以后成了佛之后呢，他一定呢会介绍阿弥陀佛的，就是跟这个愿相应的关系，如是因如是果。那么我们现在继续看十方诸佛怎么赞叹阿弥陀佛的，就是看这部经，称赞净土佛色受经。又舍利子，如我今者称扬赞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不可思议佛度功德，彼十方诸佛世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无边功德，皆作誓言。这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舍利弗说，像我现在啊一直在称扬哦，赞叹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个世界有这么多功德，赞叹极乐世界的功德就等于是赞叹阿弥陀佛咯。为什么有极乐世界？因为有阿弥陀佛嘛。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属于哈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完全就是第十七愿呢的显现哦。第十七愿呢，成就了，他就成了佛。成了佛，十方诸佛一定会称扬赞叹呢阿弥陀佛，还有极乐世界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因为呢，像释迦牟尼佛讲说，像我这样子积极的去介绍阿弥陀佛，赞叹阿弥陀佛还有极乐世界，我这样子做哦，就感动了十方诸佛，都会来赞叹我释迦牟尼佛。所以他说，彼十方面诸佛世尊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佛都是互相赞叹的，我们人有没有互相赞叹呢？批评比较多哦，很漏裂哦，我们的习性，阿弥陀佛很不好，我们要改了以后哈，互相赞叹好了啦，像佛这样好了。你看这个十方诸佛呢，看到释迦牟尼佛好勇猛，他看到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
这个事情不简单呢，要在娑婆世界赞叹阿弥陀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里的人很刚强，看不到的东西是不信哈。极乐世界在哪里？你问科学家，科学家一定不信。我们看不到这个地方，他就不信说，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他觉得是说，神话故事。所以呢，这边的人聪明的也不信，笨的人更不信呢。所以呢，一般人都没有办法相信极乐世界这样的一个地方。可是释迦牟尼佛既然敢介绍出来，就是很了不起，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行为。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释迦牟尼佛有无边的功德，赞叹他有两个大功德。我们看啊，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I said that because Shakyamuni Buddha can praise Amitabha Buddha's land and his name, so all the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also praise him, because it's not easy to praise Amitabha Buddha's land in this land, because living beings here are very stubborn, especially the scientists who are very intelligent, they also cannot believe because they cannot perceive this land at all, so they cannot believe. Then the people who are not smartThey also cannot understand, cannot accept. So it's not easy to introduce this Dhamma to the living beings here, but he can do it. So all the Buddhas of the Ten Directions praising him, praising the inconceivable merit and virtue of Shakyamuni Buddha, that he can praise Amitabha Buddha's land and his name. Okay, 我们看十方诸佛怎么赞叹释迦牟尼佛。甚其稀有，释迦极净。释迦法王如来应证等觉，名恨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丈夫调意识，天人师佛世尊。十方诸佛呢赞叹释迦牟尼佛说，甚其稀有，甚就是非常奇妙，非常甚其就是非常奇妙，稀有真的很难得，很难得，很特别啊，释迦牟尼佛，你是一位极净的人哦，释迦极净，释迦法王哦，就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哦，你们知道释迦牟尼，牟尼就是极净的意思啦，所以释迦极净就是释迦牟尼，他们在赞叹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甚其稀有，释迦法王，你是法王。你的名号呢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恨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师调御丈夫天人师咯，就是佛的十号。当是十方佛要赞叹其他佛的时候，他们称号他称那尊佛的名齁、哦、一定有他的别名跟通名的啦。别名就是释迦极净或者释迦牟尼，通名就是如来的通号，有十个一定是这样子称呼的。然后呢说他有什么功德，我们继续读。乃能于世堪忍世界五浊恶食，所谓劫浊，诸有情浊，诸烦恼浊，见浊，命浊。好，这个是我礼拜六这个礼拜六要讲的。我们那天讲要结，不讲一半吗？我们要继续讲，可能今天可以在这边先讲。等一下把要解拿出来讲。乃能于世堪忍世界五浊恶食哦，就是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很了不起，很稀有，很奇妙，既然能够在这个五浊恶食哦，娑婆世界叫堪忍世界，堪忍这边的人哦很苦，但是都能够忍，对不对？多么穷的人呢，他都不想死，他也是忍，忍到底要活下去，都不想死的，对不对？堪忍，难忍还是愿意忍的啦。你看，我们不要讲别的，好像一般的女孩子，她们要生孩子也是很痛苦啊。有的生了一次说以后再也不要生，以后又再生了，她忘了，所以这个就是叫堪忍，难忍过后还是可以忍的，这个就是一个 example 啦，堪忍的世界。五浊恶食啊，我们尤其是说释迦牟尼佛他来到人间哦，娑婆世界，刚好娑婆世界是五浊恶食，五浊恶食为什么呢？因为呢娑婆世界也有清净的时候，当娑婆世界的人寿哦，平均的寿命哦，人的寿命平均20000岁以上呢，就是属于清净的国度了。那么呢以下之后呢，人寿短了的时候就变成五浊恶食了。我们现在的人的寿命平均是多少？60-70岁，哎呀，那更加是浊得不得了，很深很深的浊恶啊！所以他说，
那释迦牟尼佛是3000年前在人间，他那时候平均人寿是80岁嘛，哈，所以那时候也是人寿算是很短啊。Compare with 我们可以84000岁嘛，人呢在娑婆世界最长命的人将会达到84000岁嘛，啊，那个是进度了。像弥勒佛以后来到人间的时候，那时候是人寿80000岁，也是很清净。那时候的娑婆世界是很清净的。那么现在娑婆世界呢是进入五浊，所以释迦牟尼佛能够来到五浊恶世哦，成佛就不简单哦。因为五浊就是有劫浊哦，有情浊就是众生浊啦，烦恼浊、见浊、命浊，做什么事呢？啊，于中正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是世间难极难信法。所以赞叹释迦牟尼佛很成功的做出两件很勇猛精进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办得非常好。第一是个人的利益，他能够在五浊恶世这么难修行的地方既然可以成了佛，就是很了不起哦，哈 ，Great Hero， 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二件呢，自己成了佛，好像我们学那个十种清净师啊，第九个是什么？教化众生师，乃至道场不舍故，有没有？啊，菩萨行布施，教化众生的布施，乃至于成佛之后还要继续教化众生。所以呢，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之后，他要继续教化众生。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教化众生是为了众生得到什么利益，得到安乐。为了要让众生得到利益跟安乐，他用种种方便法想出最好的方法让人家得到利益跟安乐。那他观察，当然呢最好的 method 就是要介绍什么极难信的法，就是介绍极乐世界不可思议的功德，还有阿弥陀佛不可思议的功德名号。介绍这个是最难的，因为大家不认识他，你突然间介绍一个人给我们认识，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啊，完全没有看到，所以呢众生很难信受。可是释迦牟尼佛可以，你看来观他也是学佛学那么久，听了还不是很想去，这个就是所谓难信之法，他还没有办法信受啊，你看妙不妙，就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释迦牟尼佛了不起，他知道有来观这种人，我也不管，你不信是你的事，我还是要讲，因为还有这么多人会信，就他一个不信，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佛慈悲，佛也知道来观现在不信，将来会信，因为呢现在有业障障住就不信，不过听了之后已经种入阿拉耶识哦，等到他业障没有掉了，他就会信了，然后信了就会愿，然后就会行，也就能够去极乐。他比较慢啊，不要说他慢，搞不好他比我们行道嘞哈。OK， 继续。是故舍利子，当知我今于此杂染堪忍世界五浊恶世，正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欲方便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是世间极难信法，甚为稀有不可思议呀、啊！你看，释迦牟尼佛自己都觉得还感个还不容易个事呀、啊。十方诸佛赞叹他，他也承认。我是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他承认了，真的辛苦诶，很辛苦啊，佛要在这边成佛跟讲净土法门。所以他说，所以啊舍利弗啊，我告诉你们呢、啊、你要知道啊，我现在在这个杂染堪忍的世界，这个世界很多染污的缘啊，对吗？一出去都是染污的缘，杂很复杂又染污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更杂染了、啊、佛教界都杂染了、啊、何况不是佛教界，对不对？啊，所以呢我能够在这个杂染又很难忍又能忍的那种世界，而且是进入五浊恶世，我在这个时候又能够示现成佛啊，还有啊进一步为了要方便利益安乐一切众生，我就为众生来讲一切世间人所不能够相信极难相信的法，我做这两件事情实在实在是很稀有，是不可思议的。以前呢我就不是说嘛，十多年前送弥陀经送到这个没有 feeling， 什么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是为甚难哈、哦。这样读读读，没有 feeling， 有什么好 praising， 好像没有什么。
成佛也没有什么，讲这个为什么就很了不起。现在呢才了解，哇，自己亲身体验了了。在这个时代呢，末法时代只有靠念佛才能够了生死，可是呢要弘扬净土又不是这么简单哦，我真正体会到了哈。那么现在只是说呢，经过这几年的这样子的种种的经历啦，让我感觉到的就是说不是那么简单，你要弘扬净土，你本身一定要通达其他经，华严、法华、楞严。当你有办法把这三部经齁跟净土法门齁配合在一起讲的时候，人家就会相信净土有它的深意，要不然净土是浅浅的。这是很 common， 也不能怪他们，连偶遇大师都犯这个毛病啊，对不对？我给你们看啊，你看偶遇大师自己都犯这个毛病。这一篇偶遇大师跋，就是他写完了那个弥陀要解之后齁，他做一个跋，就是为什么他写这部经这部注解阿弥陀经。我们读一读，经云，末法一一人修行汉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呜呼。The Sutra says, quadrillions of people may cultivate during the Dharma ending age, but rarely will there be even one who attains the way. Only by relying on the Buddha recitation method can one obtain transcendence over birth and death at last. 偶一大师写完了弥陀要解，最后他讲经里面有记载，末法一亿人修行很难找到一个会得到，只有靠念佛才能够得度。好，真的是呜呼哀哉，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其他法门你愿意修，可是你不会成功。经正是其实矣，舍此不思议法门，其何能熟？续出家时，终称自负，藐视教典。The present age is precisely that mentioned in the sutra. Apart from this inconceivable Dharma door, what other means is there to return to purity? When I first left the home life, I took pride in being a follower of the Chan school and looked down on the sutras of the teaching sects. 偶遇大师说，末法时代一人修行和一得道，就是这个时候了，当时这是500年前，就是那个时候了。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哦，500年前的人，偶遇大师他们那时候学佛的人，如果舍掉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就是净土法门，不修不肯修，他说其何能熟？那你到底会有什么成就？你哪里会修得清净？不可能的事情。续就是他的名字叫续，自续。好，偶遇自续，续他说我自己出家的时候呢，我终称自负，因为我修禅，他修禅修到开悟的，称呢就是修其他大乘，他开悟之后呢有智慧哦，就对很多教典哦，很多大乘经典都通达无碍，所以叫称。终称自负，觉得我很了不起，我有开悟，我有智慧哦。注解楞严经，楞严文句十卷楞严经哦，他注解楞严文句很好看的。我讲楞严经，后来讲楞严经也是看他这本注解，连持法师也是现在都参考楞严经文句。他说哦，原来上人很多地方都从楞严经文句出来的，他们早期还不知道，早期是都是师父鼓励他们看元英大师的讲义嘛，楞严经讲义。可是最近前几年持法师就告诉我说，他现在看楞严经文句发现到上人讲的也很多从那边来的哦，所以呢，你看偶遇大师智慧无量哦，楞严经文句很棒，还有另外一个法华文句，法华经，你看这两个是大经诶，开智慧跟成佛经，他都做注解。所以终称自负，就觉得哇，我什么都懂啊，什么教理我都会，真的是会，不是假的会耶，哈，他就藐视教典哦，他说我就看不起其他教典，譬如净土法门哦，继续看。妄为持名屈为众相，后因大病发意西归。I made the absurd comment that upholding the Buddha's name was a practice reserved for those of average or lower capacities. Later on, as a result of a grave illness, I resolved to be reborn in the West. 藐视教典，他讲自己呢，看不起佛的教典，尤其是净土法门的经。他那时候呢，
认为说持名念佛是属于中根下根的人修的，因为很容易嘛，谁都会念嘛，南无阿弥陀佛。所以呢，中根下根的人是修念佛法门持名的。那如果是大乘根性上根的人，一定是研究华严法华那一类的楞严哈，这样子的。所以呢，他就误会，也是把净土法门看得很低。后来自己生了一场大病哦，才知道说，哎呀，懂是懂。教理讲的那么通达，也明白，也知道，病了的时候什么都做不到了，所以才说还是要发心去哪里极乐世界。这是欧益大师亲自这样子转变过来的。然后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能够了解现在的法师们呢，有善根的法师们还不能够体会到净土法门的重要性，还有它的不可思议的深意哈，还不能够理解，这是很能够谅解的。因为连偶益大师这么有智慧的人都会误会净土念佛是很低很低的，何况现在的法师呢？所以我们就要给他们一点时间哈，一年到了，他们一定还是可以接受的哈。复言妙中圆中二抄及云栖书抄等书，使之念佛三昧实无上宝王，方肯死心执持名号，万牛莫玩也。 On further investigating Pure Land texts such as the commentaries on the Wonderful Principles and the Commentary of Perfections and the Middle Way, as well as Venerable Master Yin Chi's prologue and commentary, I realized that the Buddha recitation Samadhi was truly the unsurpassed kings of treasures. It was only then that I was willing to devote myself wholeheartedly to upholding the Buddha's name, and even 10,000 bullocks could not drag me away from it.他以自己病了一场了之后呢，就一心要求生西方。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如果你一发愿，你会不会去修？一定会修。为了要修得好，一定要了解，对不对？尤其呢，偶益大师他们那种就是属于高深大德、有智慧的，他们也要去深圳深入净土法门。所以他自己本身从来没有注解过净土法门吗？那又只是注解其他大经吗？所以呢，他现在想要了解净土哦，他就会去找以前的注解，哪一位高深大德有注解过净土法门的经，他一定要去看那些注解。所以他就找什么呢？两部抄，一个叫妙中抄，一个是圆中抄。这妙中抄、圆中抄都是注解阿弥陀经的，还有云栖书抄。云栖书抄就是谁呢？莲池大师的弥陀书抄，注解阿弥陀经的。他就是看了这几本书，妙中抄、圆中抄还有书弥陀书抄，看了这三本书等等的书之后，比他更之前的祖师所注解的净土的经啊，看了之后他是怎么样呢？他才了解，原来念佛三昧就是真正的无上宝王啊，最高的法门啊。你没有看那个，尤其是你可以看那个大智度论哈，也是讲嘛，念佛三昧是所有三昧中王。很多善昧呢，只能够除某一个毛病嘛，贪心或者嗔心或者愚痴，或者是贪嗔痴除掉，但是业障还不能除。唯独净土法门念佛善昧哦，一证道的人哦，他可以把贪嗔痴全部除掉，还有过去无量劫所造的罪也除掉哦，种种习气、种种罪都可以除。所以他是很不可思议的，这经典里面论里面都有讲。所以如果你没有去研究，你真的不知道，还以为念佛三昧没什么，其实是很高深的佛嘛，直接是佛的三昧嘛，哈。那所以他才知道，哦，原来念佛三昧是无上宝王，他才肯死掉这颗偷心啊，一心一意来做什么呢？执持名号啊，万牛莫玩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啊，你叫偶益大师哈，你不要念了、啊。他也，你用一万条牛啊来拉住他，让他不往前冲啊，你也拉不到他了哈。就是他一定要念，你要他死啊，你念啊，我就给你死。他宁可怎么样死哈，也要念。好了，这个是大概，然后后面就讲为什么他会注解弥陀要解释，因为有人请他做的关系。那么现在呢，我们继续看的就是说。佛在这里呢，能够介绍净土法门给众生，
听呢，真的是难有稀有不可思议的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继续读，我等一下会给你再看弥陀要解的解释啊。又舍利子，于此杂染堪忍世界五浊恶时，若有尽信诸善男子或善女人，闻如是一切世间极难信法，能生信解，受持演说，如教修行，当知世人甚为稀有，无量佛所成众善根。好，这个我先不要讲，我先让你们更进一步了解说，为什么诸佛会赞叹释迦牟尼佛这两个优点，就是他能够在五浊恶世成佛，然后他又能够呢介绍男性之法给这边的人听。这个事情我们感觉又没有什么佛讲法什么都不怕的吗？为什么一讲到净土法门十方诸佛就特别赞叹他？就因为呢要在娑婆讲净土很难，他又能去讲，就是很特别的事情。就像上人讲，难行能行才是真正的功夫，难忍又能忍才是真正有忍入功夫啊！如果你本来就能忍，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难讲你还能够讲，就是真的会讲咯，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真功夫。那我们现在看要解，他会解释得很清楚，在娑婆世界要讲净土法门不容易。我们看弥陀经，刚才那个是弥陀经的另外一个版本，现在看回阿弥陀经的经文本身。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比诸佛等亦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而作誓言。 Shariputra, Jesus, I now praise the inconceivable merit and virtue of all Buddhas. All those Buddhas equally praise my inconceivable merit and virtue, sing these words. 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能于娑婆国度五浊恶世，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Shakyamuni Buddha can complete extremely rare and difficult deeds in the Saha land, in the evil time of the five turbidities, in the midst of the Kalpa turbidity, the will turbidity, the affliction turbidity, the living beings turbidity, and the life turbidity. He can attain Anuttara Samyasambodhi, and for the sake of living beings speak this Dhamma, which in the whole world is hard to believe.十方诸佛就是赞叹释迦牟尼佛能够在五浊恶世成佛，又能够讲这个世间一切世间难信的法。那么呢，这一段经文在弥陀要解里面呢，藕益大师就分析得很清楚，让我们看得很清楚了解。哇，释迦牟尼佛真的是 great hero， 真的不可思议，他能够在这边呢介绍净土法门是很难能可贵的。我们看，诸佛功德智慧虽皆平等，而施化则有难易。Although all Buddhas are equal in terms of merit, virtue, and wisdom, their bestowal of teachings may be difficult or easy. 诸佛，每一尊佛都有他的功德跟智慧，其实都是平等。但是呢，当他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啊，就有难跟容易。有的世界的众生比较容易度，有的比较难，对不对？啊，继续。净度成菩提意，着世难；为净度众生说法意，为着世众生难；为着世众生说见法由意，说顿法难。It is easy to realize body in the pure land, but difficult in the turbid world. It is easy to preach the Dhamma for living beings in the pure land, but difficult for living beings in the turbid world.To speak gradual dhammas for living beings in the turbid world is easy, but to teach them certain dhammas is difficult. 现在分析给大家知道说，在哪里成佛容易，在哪里度众生容易，这样子。首先先讲成佛，想要在净度成佛很容易，想要在五浊恶世成佛很难，因为这里呢考验太多
啊，逆缘太多，染污缘也很多，怎么成呢、啊？每天都熏染污的恶的东西，怎么会清净呢？所以很难成佛，烦恼越来越重，都不能够除烦恼、断烦恼，所以善惑不断，我执不空，法执也不空，怎么成佛？所以很难。我们一直永远被我们的我执、法执，还有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控制到我们不得自由。为什么会越来越重呢？就是因为环境也有关系。所以说，在五浊恶世要成佛很难，在净土容易。因此呢，释迦牟尼佛既然能够在五浊恶世成佛，所以十方诸佛都赞叹他的有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可以成就。然后接下来是讲度众生的问题了啊，为净度众生说法义。如果呢，你成了佛，你是在净度成佛的话，你要度净度的众生，那是很容易的。净度的众生个个都是清净的，所以听什么都听得进。现在的众生染污的不得了，你跟他讲，他贪吃的不得了，你跟他讲不要吃海鲜，他听得进吗？听不进，因为他的贪心太重，对不对？所以呢，五浊恶世的众生贪嗔痴很重，因此你跟他讲要断欲去爱，他听不进了。所以为要度五浊众生很难，度净度的众生很容易，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什么贪嗔痴，很清净，所以讲什么呢都可以配合，都可以呢依教奉行。好，所以这个你要了解到。所以释迦牟尼佛能很慈悲，他能够来到五浊是世现成佛，度我们这些难度的众生，他真的很慈悲耶。啊，所以为什么很了不起哈，能够为浊恶的众生、浊世的众生说法。然后等一下又要看你为他们讲什么法呢？有很多种法啊，有深有浅啊。啊，他说为浊世众生说见法犹易，说顿法难。释迦牟尼佛了不起，能够来这边成佛，又能够呢为这边的众生讲法，而且呢，当他讲法的时候，也要面对一些考验。这边的众生很刚强，哈，难调难服。如果你跟他们介绍见法，他们还可以接受。什么叫见法？慢慢来的，慢慢修。啊，好像呢，劝你来学佛啊 ，OK， 你不能吃常素啊，你可以先吃初一十五啊。那初一十五不可以，那你最少初一十五的时候早上半天吃好不好啊？慢慢教他哦，他会觉得这样啊，可以，我还可以接受。你叫我一下子吃常素 ，no no no。所以你跟他讲剑法哈，他很喜欢，他可以啊，学佛不会逼我，还不错啦，可以慢慢改。那你跟他讲顿法 ，no， 你要清净，现在就最好是不要吃了。从今以后就断了，这样你就呢永远呢就不要再跟众生结恶缘哈、哦。你讲得多么好，他都听不进，因为他觉得我很难哦，我的习惯没有肉吃不下，等一下抖抖抖啊，没有力啊哈。所以他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他很难像叫他放下，他就放下。所以说顿法难，可是说实在，佛来人间是要我们立地成佛，他当然希望我们马上成佛，但是我们根性不够嘛，所以他有耐心哦，慢慢教咯，先给你糖果吃咯，啊，你不能啊 ，OK 啦，先吃早上就好啦，还是怎么样哦，慢慢配合一下。所以呢，说见法容易，说顿法难，那顿法又有很多种哦，我们来看，为浊世众生说愚钝法犹易，说净度横超钝法犹难。To preach other forms of certain dharmas for living beings in the two-bit worlds is easy, but to talk to them about the certain pure land practice of horizontal transcendence is very difficult. 钝法比较难，可是还有一些人可以接受，譬如我们很多佛友哈、哦、居士啊，也是一学佛就马上吃常素的，有啊，嗯，才来学佛不到一个礼拜就吃常素了，也有的。所以又有人可以学习顿法的，有那种根性。但是呢，为这些众生五浊恶世众生讲其他顿法还容易，要讲净度这种顿法就难。什么叫其他顿法呢？譬如说，你跟他讲说，哎呀，啊，你吃素啦。你要现在你的病好哈，你从今天开始吃素了，他为了病好，他可以马上可以吃素，他可以做得到这一种顿法，他们可以修。还有，如果能够忍苦的人呢，你跟他讲说，打坐，参禅的话，就是要忍脚痛嘛，双盘，要练双盘。要能够做到呢腿也不痛为止，最起码这样就有一点功夫了
啊，要先忍痛，忍腰酸背痛啊，整个身体的辛苦你都要忍，就是要去打禅七就对了。睡才两个半小时啦，整天才睡两个半小时，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在大殿里面打坐，不然就睡着觉，要不然就是痛啊，就是这两个关，不是睡觉就是痛两个。所以很辛苦的，不简单，你知道吗？真的要有那种耐心很强、能忍苦的人会去打禅七啦。啊，所以这种呢还容易讲这种法，打禅七就是要这样子，要忍痛。上人常讲忍痛，这是最基本的基础。然后呢，你要打到怎么样程度呢？你要哈、哦、专心在参念佛是谁，专心到什么程度呢？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人，肚子饿也不知道，累也不知道了，即使有人死了也不知道，不管他死了，尸体就放在禅凳下，也不用去处理，我们继续参，这样子的呢。参禅就是舍命哦，就是要开悟啊，死都不管了，那种上根上啊、上上根的人啊。所以为什么六祖大师讲，我所度的人是上上根的人？六祖大师，你没有那种哦，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的那种意志力哦，你不用参禅了，你不会成功的。你不可能这一生成功的，真的要忍的啊。然后呢，所以为什么我们上人就是禅师就是这样啊？就是前几年就是因为同参送我一本在香港印的一本参禅的书，薄薄罢了。那本书是40年前哦，大概40年前上人在还在香港的时候，那时候他就有也有教参禅呐、啊、哈。他就印这本书，特别去印薄薄。我后来看了，说：“哎呦，原来上人讲的禅期的开示就是从这本书出来的。你看，我们上人他讲的法有依据的，他是跟祖师大德，那些思想哦，跟着这样子来传下来的，一脉相传嘛，推行祖师一脉相传。以前祖师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只不过深入浅出，讲的比较浅白。好像比如说参禅要像猫捕鼠啊，好像猫要抓老鼠啊，专心到那种程度啊，像鸡要孵卵啊，都是那本书里面出来的，它是文言文的。然后他那个参禅的人要怎么样子的程度你知道吗？他说哦，他要铁石心肠啊，专心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不敢有一念哦，想别的东西，只想一个念头，我譬如说我父母没有生我之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他只想这个。然后有一个人来 testing 他说，诶你不要想这个好不好，然后我给你几万万两银子啊，就是说给你几百千万换你暂时不要想这个 topic 可不可以。哇，给他赚大钱，不要想这个东西，暂时不想一下都可以赚那么多钱，你说他要不要？他都不要。要有这一种啊，很多钱给你你都不动心啊。你看现在去找这种人啊，叫你不打妄想就可以赚100万啊，就赚10000块你都高兴得不得了了，现在是几百万块，叫你暂时不要想念佛是谁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有这么多钱，谁不要？所以可是呢，参禅的人就是不要，你要给我几千万万啊的家产，叫我暂时不要参禅，我都不愿意接受。他是这种的，然后呢，参到呢肚子饿也不知道了，死也不知道，所以那本里面就是这样。真正要有这种根性的人，他才能够开悟，不然是不可能的，不可能今生会开悟的。所以看到这一些，我们才知道哇。但是呢，就有人有这个骨气哦，他就可以还可以听得进，所以他还是要修禅。修禅，你有这个骨气吗？没有，你还要修禅？你看，说一顿法犹豫，可是我们很多法师他们还是喜欢修禅的，他们就是可以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要跟他讲有一种法门不是很困难，很容易，但是也是顿的，他们就很难相信了。因为呢，按照道理来讲哈、哦，要开悟一定要吃苦嘛，对不对？死都不怕才能够很快有成就，这是 logic 嘛。因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嘛，哈。你既然要今生就了生脱死成伴，你一定要呢舍命这样子来修，才可能很快成就，这个是 logic 啊。现在不需要哦，现在呢有一个法门叫净土法门，它是横超，
他不需要你呢，哦，颤到腿痛的要命啊，要忍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单也没有讲说，来到我世界的人一定要忍痛的，忍到痛关不痛了，我才能够接你来，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是讲什么？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起正觉，有没有？第十八愿，你要来我的世界，有一个条件。一心相信，很欢喜相信，很欢喜愿意来我的世界，以这种心情专心念阿弥陀佛名号乃至十念，我就可以带你来了。这个不是很难呢，可是也是顿，只要你做得到，你记得去了极乐世界就可以顿超什么，顿超横超三界啊，就可以超三界，到了极乐世界就可以呢顿证呢三不退四不退都有了，guarantee 你变大菩萨等觉菩萨，这个就是顿啊。一个凡夫呢只不过是能够自心信要乃至思念哦，这样念他去到那里修行，又不是什么大修行，也没有说他忍苦，也没有说他吃素，什么都没有提到，就是能够提起一心相信欢喜的心，相信有这个地方我就愿意去，我真的很想去，我很欢喜要去，然后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要去，这样子的心情罢了，不是很难嘛，对不对？就可以顿超三界，横超三界，立地成佛，去极乐世界就可以做大菩萨而成佛。这种法门很多大修行者不能相信，他就不安你干单啊，他们就觉得，因为他为什么不简单？因为他是被不太了解，在佛门里面哈，有两种修法，这是智者大师也好啊，龙树菩萨也好啊哈，他们都是这么说，尤其是大智度论，他讲。还有大乘起信论哦，是马明菩萨，这些大菩萨们都有说过，佛所教的法有两种，一个是叫易行道，一个叫难行道。修成佛这条道有两种道，一个是容易走，一个是难 ,difficult path and easy path. To become a Buddha, there are two paths. One is difficult path, one is easy path. Difficult path 就是靠自力 ,rely on your self-power.Slowly, 你要 cut off 你的那个 view delusion 啊 ,thought delusion 啊 ,delusion like sense and dust, 然后呢很多 share of ignorance 要 一分一分破啊齁，就是见思惑真烧无明惑，要分破，要靠自己的力量把它破，好像一个虫子在一个竹筒里面要一节一节把它咬破，从上面跳出去三界。那个叫难行道，要很多事的修行才能够成就佛果。好像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佛果，这个是难行道。然后有一种叫易行道呢，除了自力还有他力的帮助，就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的帮助之下，你自己又愿意往生极乐世界，信愿持名，这是容易的道，这个也是可以成佛，而且呢更快，更快到了极乐就很快。所以这种进度横超顿法更难，因为当你能够出家修行，你就是肯修啦，肯修的人都是可以熬啦，叫念经啊念咒啊，每天做同样的东西都不会厌倦，都会很喜欢，然后呢参禅啊人腿痛也没问题。所以这一种呢，你叫修其他顿法，他会非常 challenge 啊，很 challenging 啊，所以会很喜欢，会很愿意修，即使很难成就都很愿意修。可是净土法门就好像看起来没有什么 challenge 啊，也没有什么，只是这样念佛念佛，也没有感觉，也没有什么哈。啊，那个呢，打坐就有很多感觉，真的。所以为什么他喜欢打坐？啊，打坐哇 ，peaceful， 很静很静，然后感觉我又进步了，我已经可以熬两个小时了，我可以熬五个小时了，有一点成就感，会不会开心得不得了？会的啊，会的，你会有一种成就感，因为你突破了重重的困难呢、啊。我们人就是这样啊，我们会被我们自己害死。我们带着我执来修行，对不对？我要拼命修修修，好，给你修个三年四年，你第一年哦，你每一支香都痛，第二年的时候呢，诶，只剩一支香痛，或者是半天痛，另外半天不痛，在第三年完全每一支香都不痛，第五年哇，可以做两支香了，一次过，再来，不然就四支香、五支香、六支香，你会不会高兴啊？高兴得不得了啊，有一种成就感，你知道吗？所以因为这样子有 challenge 的东西，讲这种法门呢，就是如是因如是果，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人家都还可以相信，的确只要你 make effort 就有效果。而净土法门比较特别一点呢、啊，他没有讲什么大修行，他只是说你能不能够老老实实在那边念佛乃至七日、哦、一心不乱就有好消息来了、啊、那么看起来呢
并没有说在于说你的盘腿上面有什么突破，只是念佛方面你要有那个耐心这样子，那看起来没有什么大的 challenge 啦。那所以呢，讲起来的话呢，可是问题在这里啊，为什么我之前有讲到，我一大师说，修其他愚钝的其他钝法，就是譬如参禅，不是这么简单。即使你今生能够打坐哈20个小时了，能够二十小时如如不动、清安了，或者进入初禅、二禅都好，不代表你了生脱死，因为你还没有破本参，又没有证出果嘛，出果都没有证嘛，四禅都还没有到。那这样子的人死了之后呢，来世又再来继续当人的话来修，问题是在他会不会继续修。我们昨天讲嘛，如果他不会继续修，他可能呢在今生虽然有这个打坐功夫，但是他又起了一些俗念啊，比较俗的念头，那么因为他已经蛮有功夫，能够呢有一种清安的境界了，他已经有定力，所以这种有定力的人呢，如果他打妄想，他的妄想也是很强的，那个种子很强，所以来世呢可能他的那个其他妄想哦，会推他先去受轮回，他会去做大官，然后做大官呢又去喝酒啊、吃肉啊，就以前都是这样，很多这个 cases 啦。好，那这样子的话，他第二世没有 continue 继续参哦，那第三生可能还会记得又继续参，有时参有时不参，不能够生生世世都参，怎么可能能够怎么样呢？可以开悟正果呢？所以就是说参禅不是很稳当的，单单参禅不稳当哈。所以说有禅有进度哈，犹如带脚虎嘛。如果一有禅有进度哦，我这个人可以做祖师哈，今世就可以做祖师，来世可以做佛祖。因为他为什么可以做祖师？他能够参禅，就是他能够呢发菩提心，不怕痛，不怕死，死都不要紧，把死置之度外，已经是没有那种的我了，可以为菩提而努力，就是有禅宗根性的人。他又能够念佛的话，哇，他可以做大祖师，因为他能够呢有把握生死嘛，有靠阿弥陀佛的佛力的加持，临终就不用怕他会再去受轮回啊，怕他 next day 靠自己的 power 去脱身的时候哈，他不会继续修嘛，所以呢才危险。那现在他有进度，有禅又有进度哦，有禅有进度是必须禅已经修到哈、哦、有定力了那种，不是说我每年打禅期叫有禅呢。这是印光大师讲，有禅是表示他已经 reach certain level， 就是已经开悟啊之类的那种定力有了。然后有进度表示已经有念佛有心愿具足了，已经有位置的人。所以这两种都有的话，他一定可以做大祖师，可以度很多众生，那么以后可以做佛祖，去极乐成佛咯，就是这样。那么有禅无进度呢，十人九错路，十个人啊是有禅，有禅就不是普通的禅，就是已经有禅定功夫了的人，他不修进度，十个人有这样子的有禅无进度的 cases， 九个人会走错路，只有一个可能不走错路，所以不容易耶。我看到印光大师也是讲到有一个禅师哦，他已经有修禅修到很有功夫，他已经可以看到他什么时候要死，你知道吗？但是他没有要去极乐世界，所以当他有一次他要跟另外一个居士哈，禅师跟另外一个男众居士要去一个远地的地方，然后他就跟那个居士讲，我要走陆路，我要走陆地的路，我不要走那个水道，我不要走河的，我们不要坐船，我们走陆地好不好？为什么他要选择走陆地？因为他要避免去脱身投胎，他知道呢，如果他这次走水路的话，他就要去投胎了，他的命到了，时间到了，他想不要这样快死，他要免掉这个轮回，他要继续修，他已经有把握知道了，这种有这种天眼通，就是知道自己的命这时候该死，可是他想要避看看。可是这个居士哦，坚持哦，他说师父，我们要走水路啦，比较好啦，陆地很难走，这比较容易，怎么样都坚持到底。那法师呢又是比较慈悲的，他呢配合你呢，就跟他一起坐船哦，坐船呢走到呢半路有一个地方哦，就看到一个妇女肚子大大的在那边洗衣服，在洗衣服诶，他说我这次逃不掉了，我不能走了，他就是要去脱身做这个妇女里面的那个小孩，那个 baby。
这个 女妇人哦，已经怀孕哦，超过十个月了，很久了，一直不能生。那么以前呢，你看以前中国的话，又没有这么发达，说可以剖腹而生嘛，这种哈、哦，所以只好一直 carry 到很久，一直不能生。可是呢，这祖师一看到的时候，禅师一看到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我就是不能走，我一定要去脱身呐、啊。所以他就跟那个居士讲说，我的时间到了哈、哦。你去办好你的事之后呢，我也就不在人间，你可以等14年之后你再去某个地方，你就遇到我了。所以他真的去脱身，做一个小男孩哦，到了好像14岁还是几岁，他就牵牛，做牧牛的小孩啊。然后呢，他就讲一首寄送很 Q 的，然后这个居士呢就经过很多年就约定，就那个地方就看到这个牧牛的小孩，就是那个禅师来脱身去的，他做不得主，这个禅师做不得主，就做一个牧牛人，然后他也没有说继续修，你们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印光大师就是很诚心的哈、哦，一直劝导我们，不是这么简单的。他已经有功夫了，他都没有办法避免无量劫所造的业，这时候应该经 next life 要还债，要做一个牧牛的小孩，然后要去做一些没完的债要去还一还，又不能继续修，又遇不到善知识，脱身之后又各因之迷，又猛给走，这样子不是很清楚这样子。所以这里我是顺便只是提一提给大家知道，说不是这么容易啦，一定要靠进度。可是靠进度呢，很多人就是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哈。再来，唯浊世众生说进度横超顿修顿证妙观以至不易。To impart to living beings in the turbid world the pure land Dharma dose of horizontal transcendence with its certain cultivation, certain certification and wonderful contemplation is already not easy. 现在就讲净土法门好了哈，其他顿教比净土法门这种顿教还容易。可是呢，讲净土法门又有很多种净土法门哦。啊，又有很多。你看呢、啊，为浊世众生说净土横超顿修顿证妙观以至不易，是说什么呢？净土法门有一种修行是观想念佛，有听过吗？好像十六观经，你要观初日、日观、水观、地观，还有树观啊，要一观一观去观。这个妙观呢，是必须要把十六观经背得清清楚楚，然后呢，心很静，每天要花蛮长时间呢、啊、打坐。双盘，然后在那边观想极乐世界的一观一观，这样子去观，你又不能够观错，观错的话呢，你就邪观，不是正观，所以必须要脑袋哦很清楚的，不能 blur blur， 像我们这样做事情 blur blur 的人去观呢，一观错了哈，啊，那就邪观了了，所以必须要很有定力、很有功夫的人才能够修观想念佛。那你知道吗？他说呢，你要为众生讲说，哦，进度是横超的。顿修的，而且呢有一种修法是妙观，就是观了修这个呢也是不容易了，我刚才讲不是那么容易，可是 compare with 这个说此无界取劳修正但持名号净灯不退奇特圣妙超出思议第一方便更为难中之难。 But the most difficult of all is to convince them about thisabout this remarkable, outstanding, wonderful, and absolutely inconceivable foremost experience of merely upholding the Buddha's name, to ascend directly to the level of irreversibility without having to resort to exhausting means of cultivation to achieve certification. 讲妙观呢，还不是，也是不容易，但是最难的还是讲什么呢？无界取劳修正。妙观是我刚才讲不容易修，对不对？要花很多时间在那边打坐双盘，然后观想，要背经文背得很清楚，一关一关去跟着跑，那个是很 detail 的呢。极乐世界这么庄严这么好看，讲那个水观、哦、琉璃地，等一下又有什么什么，等一下那个树又是怎么长得什么样子，你要去 imagine， 不是这么简单，不容易了。但是又讲这种无界取劳修正哦，就是说不用很辛苦，唔使咁辛苦就可以收得到的，可以整得到的哈，不用取劳就可以修，就可以证道，只要怎么样，但持名号就可以灯不退，
这种奇特、很殊胜、很微妙、超出思议、是不可思议的第一方便的法，更加难中之难。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人家不相信，对不对？这么简单，你看前面讲的修法都是很难哦，打坐参禅要忍痛，修其他妙观，譬如你要修止观，修法华要修止观的话，或者修楞严大定的话，都是不容易，不容易啊！我们今天念第七卷哦，楞严经第七卷哦，就有教你怎么样修楞严大定。修楞严大定呢，要用21天来修，但是这21天是很精进的21天哦。不是这么简单，每天要持楞严咒，然后要布置那个场地，还要做，就是这个禅场呢要很庄严，然后要很多供品啊，很多很多仪式的，而且还要请到呢真正呢有修有证的那些戒师来跟你传戒啊什么啊，这个楞严坛不是这么容易建的哈。所以也就是说呢，按照通途道呢，很多修行不是这么容易修的。大家都知道嘛，本来嘛成佛就是不那么容易，当然就是难修啊，所以这个是大家还能够接受，还能够相信。现在突然间跑出一种法门哦，不用甘心苦，不用很辛苦啊，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就可以成佛，突然间跑出这么容易的法门出来，所以很多很多佛教徒会怎么样呢？不信，所以才难中之难，才难呢。它是第一方便呢，超出四义第一方便。Like what you understand what I say?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this upholding the name can become Buddha very soon, very easy? But it's very difficult to believe. 是不是这样？所以故十方诸佛无不推我释迦偏为勇猛也。Therefore, amongst all the Buddhas of the 10 directions,There's not one who does not hold our Shakyamuni Buddha in high esteem for being exceptionally courageous. 所以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推崇我释迦牟尼佛特别勇猛。因为这边的人呢，他们没有那个怎么说，心不够柔软，不是自己的境界就不会相信。我们人都是这样，对吗？那么呢，尤其刚才我说了嘛，你看他不是说不用无界取劳，不需要很辛苦就可以修行成功，就可以证果，就可以成佛，只要持名就可以进登不退。这种境界呢，不是凡夫的境界，也其实也不是菩萨的境界，是佛的境界，完完全全是靠阿弥陀佛的48大愿力，他的大恨大愿才能够成就这么容易的方便法门，你知道吗？就像一个人我前阵子我也是跟一个法师 share， 我跟他说净土法门是这样子的，难信难解，意志很难相信，很难了解，但是容易到。怎么样呢？就像飞机容易造吗？飞机容易造吗？不容易啊，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造整架飞机，要靠各个 expert 啦，对吗？造那个 electric 的方面的，还有 computer 的，等一下还有沙发的，还有那个 toilet， 很多个 part， 很多零件，很多是不同人来去创造出来，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包到完的，对不对？是很复杂的，要造一辆飞机，但是它复杂是复杂，但是它的效果，只要你肯付钱，你很快就可以到美国去了，一下子就到，对不对？但是为了让你方便容易到美国，你要不要辛辛苦苦去发明这个机器出来啊？这个飞机出来，要有人的脑筋去想，要有那个大科学家去想出来，然后又有不同的那种呢各行各业的那些专家来配合哈，来制造出来一辆飞机。制造过程复杂，要有很高深的智慧，又复杂，才能够创造出来这么方便的那种飞机，让你一下子可以跑很远去。那么呢，净土法门太容易修，就像飞机很容易就到美国去这样。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方便就可以成佛，就可以去极乐世界？谁去制造这个法门出来？谁制造飞机出来的啊？谁？阿弥陀佛他制造出来的。然后呢，制造过程是不是很复杂？非常的复杂。辛苦吗？很辛苦，很辛苦。无量无边，造在永劫，修大恨。修大恨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念头是嗔恨不满意众生的。你看，度众生的过程当中，你会不会给众生气死呢？
会的，会的，众生是不知恩的，可是菩萨偏偏呢，不知恩的人我才要去度他，你知恩不用我度了，因为你知恩报恩的人自己就会成佛了，他自己就会行菩萨道，就是不知恩的人呢，才忘恩负义的人，他们才要轮回，才会受苦，所以佛呢，菩萨就是怜悯这些呢，不知恩又忘恩负义的众生，一直会堕轮回，所以才要发心去救他们。那你对他好，他没有感觉；你对他一点点不好哦，我感觉很强烈了，马上恨死你，有没有？一句话就恨死你一辈子。但是你对他一百年的好处，他可以马上忘到光，就只要你一句话不安他的心，他的心。不合他的意，他就可以永远恨你一辈子。你看我们这里的人众生就是这样，可是他在度他们过程当中从来没有起意念无量无边照在永劫哦，从来没有起意念呢不满意众生的时候，他才能够制造出这么好的飞机出来，让我们容易成佛。所以为什么我会很深深感触到说他真的很慈悲，他说我给你们看我写的最近写的那一段哦，赞叹法藏菩萨的那一段呢、我不是很会赞叹佛，不过这是很浅白的哈。找找看你在不在，可能不在了。在这里。这是我来这边讲法之后的一点感想哈。自从去年九月份开讲《无量寿经》以来，越讲越能窥见法藏菩萨之宏慈大悲，一次又一次的令弟子发觉了弥陀与诸佛之真貌。如今深深的领解了佛慈广大无边际之后，更肯定弟子之前欲向法藏菩萨看齐而心甘情愿发的狂愿是绝不后悔的。我发什么狂愿呢？我说哈，英勇的法藏菩萨，您为了成就十方世界第一明星学校，为了让所有十方世界众生都能报名投考，且令所有入取者必能快乐无忧的迅速毕业成佛，为了让众生容易成佛故，您选择轻松献与人，辛苦我来受，我自己一人当大任，独自包修211尊佛的无量殊胜横愿，这种深悲大愿又有多少位佛子认识呢？弟子忍不住了。后来有一日于总回向发愿时，居然不知不觉地仿效起菩萨的志气，愿其修十方三世诸佛菩萨的大恨大愿，以成就更广大无碍的净佛国度，来摄受十方众生通成佛道。我就是感受到呢法藏菩萨的慈悲啊，所以我有一个感触这样子。所以就是太容易人家不相信哈，但是他真正是下了苦功，不然不会这么简单。所以我们能够那么容易成佛，完全都是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的摄受，才让我们可以这么简单就是成佛。所以上人，我听上人讲解净土法门，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是在华严精舍听上人卡带，他说阿弥陀佛发48大愿哦，就是为了让众生容易成佛而发，就是这么简单。目的48愿完完全全是让我们容易成佛而发。为什么他要这样发愿？上人讲，因为法藏比丘本身在过去无量劫修菩萨道的时候啊，吃了很多苦，一直不能成功，不能突破，他就知道说修行不容易。那将来的人怎么办呢？将来的人没有我法藏这样子的有耐力，能吃苦，将来人不能吃苦了，那他们一定呢不愿意成佛，也不想成佛，一定半途而废。我要想一个法子让他们容易成佛，所以他发48大愿。上人就是大概就是讲这样的意思，所以我才印象深刻说，哇，他就是呢辛苦他自己来受，轻松给我们，很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成了佛。去极乐世界快乐吗？哎呀，那是涅槃的乐，最快乐的乐是涅槃乐，在享受涅槃乐的当下修行。诶，本来涅槃乐是必须要证涅槃之后齁，已经呢破了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才能够有涅槃乐嘛，结果不需要，他说你只要来到我的世界，你就可以享受涅槃乐，在这种享受涅槃乐的当下来修菩萨道，然后很任运就成佛，一点都不用勉强，不用辛苦，打坐也不会脚痛的，在极乐世界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身体是什么身体？又不是肉身，又不是胎身，是化身，哪里会脚痛？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打坐有没有容易入定吗？一坐就入定了啦，不像我们这里这样啊，好像那个猴子动来动去啊，啊，所以只有两条腿啦，换来换去也是两条腿，怎么办呢？没办法啊，越换越痛，不换还好。所以我们肉劣的身体，你不要把它那么爱惜，换个身体好。其实极乐世界身体是不同哈。所以如果你要我来介绍一下极乐世界多么好多么好，我真的是无量劫佛也讲不完，这是真的，太妙太妙了。这时间有限，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 CDR 在那边讲那个刚好梁皇宝忏梁皇宝忏的晚上，那么刚好有师父的老弟子居士有来参加，那我师兄就说，你不然你跟他们介绍进度给他们听听也好，不然他们跟上人学佛这么多年应该给他们念念佛也好啊。那我就不自量力，就跟他们讲进度，就介绍极乐世界怎么样怎么样好，我讲到天花乱坠，听到他们个个说哇开心哦，每个说我要报名哦，我要拿这个 passport， 每个人说他要来报名啊，要办这个移民手续。然后后来有一个就来告诉我，他说法师啊，我看你讲进度好像讲极乐世界好像你看过这样子的。我说我不知道，我只不过就是喜欢描述罢了嘛，我不是看过，我不懂。他说感觉好像你去到那边看到了这样子的贴切啊，很好笑。那总之呢我虽然不认识，不过我可以 imagine 得到是多么的殊胜啊。从那个经典里面，从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三部经就是无量寿经、十六观经跟弥陀经，你大概可以了解，你再参考回去华严经，你就可以知道那边的境界大概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我是这样子的，我是很 support 佛的哈，佛讲什么我一定相信100%，然后呢我会尽量把它讲到很好很好就对，因为本来就是很好嘛，那我们 try our best to 讲到最好，讲到人家能够 sense 到就是有这颗心所以就无端端就讲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呢现在就是让大家了解到说我们呢一定要信虽然难中之难，你们这一批人都信吗？信啊，很好，所以都是不错的佛子。那么呢我们现在可以继续看，让你们的信心更加坚固。来，劫着者着法聚会之时，劫着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 The compatibility refers to the time when termit dharmas congregate together. In the midst of the compatibility, it is impossible for one to be crossed over, save for the practice of bringing along one's karma to rebirth in the pure land and transcending horizontally. 偶益大师继续再让我们更深一层呢，死心塌地修净土法门。他继续解释给我们听其实这个无形当中也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功德，就是说在这种很难修的时期都可以了生脱死，很不简单，这就是他的功德所以我们还是没有离开十七愿的 topic， 就是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他说呢，在劫着五浊恶世的劫着就是着法聚会之时，劫着呢就是很多着的法聚会在一起的时候，什么呢？譬如在这个劫着的时候，时间都浊了，时间都肮脏了为什么时间这个时候不好？因为这个时候的众生好不好？这里的众生好不好？现在越来越坏，这里的众生烦恼是不是越来越强？所以烦恼也是一个法，众生也是法，然后众生的知见也是越来越歪，对不对？见也是浊，还有一个是什么？命，我们的命也是越来越糟糕，对吗？命也浊，这个叫浊法聚会，有四个浊。因为命也浊，烦恼也浊，见也浊，众生也浊，所以变成这个时间也浊掉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没有大业可以往生，就出三界的这种修行，绝对不能了生脱死。所以说，非大业横出之恨，必不能度。因为我们的命不够长命，烦恼又那么重，知见又常常很自私的然后呢，又身心都常常很漏劣，常常心里都不是很像菩萨的心那样，对不对身体又肮脏，所以我们各方面都这么差，怎么可能能够呢
超出三界呢？不可能的，一定要靠哈、哦、一鼓作气的力量哈、哦，从旁边呢咬一个洞出去，横出。然后这种人呢是待业往生，因为我们只不过比较专心一点哦，专心一点，一心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没有妄想，但是不代表你烦恼断了，对不对？只是浮烦恼嘛。所以这种呢是带着自己过去世的业障走的。不过他在那一刹那的心怨恨具足，靠十八愿的摄受而出去的，就是咬了一个洞出去了，就这样子就可以离开三界，是靠这种特别。不然的话，你修其他法门哦，你真正要断掉烦恼才能够出三界的哦。见识惑要先破，见识惑一破了就出三界，就是从上面出的。那从旁边出的话呢，福三惑就可以出了。所以有一个 method 很 special， 所以我就是看了要解我才明白，不然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为什么进度这么容易了生死，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才算了生脱死。偶遇大师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呢，就是呢，为什么进度是属于异行道、哦、因为他了生脱死的最基本、哦、是要能够福祸而往生，福祸而了生脱死。本来要了生脱死要断祸嘛，断掉第一 level 的祸，就是见识祸断了。但是呢，断见识惑容易吗？单断了见惑、哦、你就可以变成出果阿罗汉了嘞，就证了果。可是呢，第一个见惑要断，像断四十柳的瀑布，四十里的瀑布你怎么 stop 它？那么强烈的 current、哦、它的流这么强，你要 stop 不可能的事情，很难。也就是说我们的见解、哦、很难突破的，所以不容易证出果，那何况是失惑那种贪嗔痴更难了。所以呢，因为这样子就是说断惑才能够出三界。可是净土法门容易就在于你不需要断，你只要最起码你能够扶着烦恼，你就可以出三界。就是临终那一个时候，那一关要死的那一天啊，最后一秒钟，你必须要心里没有打妄想，没有想别的东西，不想儿，不想女，不想家，不想财产，什么都不想，只想什么？只念什么呢？念阿弥陀佛，不念其他事情，只念阿弥陀佛。然后呢，专心念，一心去极乐，这样子的 stage 不是断烦恼，各位是属于什么？浮烦恼，可以暂时不打妄想。我们一打妄想都是烦恼嘞，你们说不是吗？地藏经讲吗？南无佛提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业，无非是罪。动一个念头都是造业了的啦，动一个念头都是造罪的，多数都是这样。因为念头都是跟着我来跑嘛，我喜欢所以我这么想，我不喜欢所以我也这么想，对不对？所以是造业。那但是呢，这种人临终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他只想佛，那时候是造业吗？不是，是见识惑不 active， 尘沙惑也不 active， 无明也没有 active， 他的见识、尘沙、无明惑全部被扶住，他没有起作用。你的心很 clear， 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以这种浮烦恼的方法感应道交，因为你有信愿嘛，又有念佛，谁会来？西方三圣来，然后就把你接走，就这样子可以把你接走了。你并不是一个已经了生死的人，你是浮烦恼的人，他就可以把你带去极乐世界，去出三界，去那边做菩萨，然后成佛。所以容易就在这里，现在你们清楚了吗？啊，你们在教理方面一定要通达，你不了解以后你还是跟人家讲到你乱掉，哎呦，这样容易吗？哎呦，是很不是很容易哦，每天还起烦恼，这样哪里可能？你不要以为你现在起烦恼，你临终就一定会起烦恼。虽然我每次告诉你们说啊，要养成习惯，不然然后临终哪里可能哦？我是这样子，是鼓励你们要有功夫。但是呢，如果你们信念具足，你现在起烦恼，但是你信念具足，你临终会不会去？还是会去的。能不能够去，是有没有信愿？你信愿很强的人，真的很强很强，但是功夫不够的人，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会派人来助你一笔之力。你们信不信？很多 cases， 你看临终助念的 cases 就是这样。我就听到有一位比丘尼，就是他是信愿要去极乐，可是后来他业障找上门，他的得了精神病，得精神病啊，就住院了，就不能住道场。那他的病呢，一发作的时候，整个人就好像发羊癫的样子，就抽筋起来哦，然后就好像很辛苦这样。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哦，他临终还是往生呢，就很奇怪啊。
他虽然呢已经发神经了，他去住精神病院的时候啊，他还有一点善根在哦，因为他有求生西方，所以善根还是在的。什么善根？他不想吃荤。Hi Clear， 我要吃素，我不要吃荤。那个精神病院的人又不准备给他，那他又不想吃。那有一天就碰到一位善心的居士哈，去看好像老人院啊、精神病院啊，做好心嘛。那来到那里就观察到这个人，这个女人，她样子很特别，跟一般人不同啊。后来就问清楚，哦，原来是出家人来，现在留头发了，因为他就是发神经了嘛哈，就知道他是法师，而且听说他要吃素，不要吃荤。他这个居士就发心，我每天煮给他好了，很慈悲哦，每天煮给送给这个法师吃。然后有一天呢，这个法师好像时间到了，应该要往生了，他有一个感觉，就觉得说不对劲，他就跟爸爸讲，爸爸我今天不回来，我要去看法师。他就去看，一看真的看到法师发作了，整个人变得样很恐怖的样子，也是快要断气的样子。他看了说，哎呦，法师要走了，他就要救他咯，他就赶快跪在地上，马上诚心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念帮法师助念了，然后呢跟阿弥陀佛求了，恳求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位法师以前是诚心要去极乐的，你要救他，你要来带他去极乐世界，就是跟佛求求求，然后念念念念，诶，这个念了不久哦，这个法师整个人呢软下来了，没有这样子抽筋的样子，然后慢慢慢呢微笑了，然后来就断了气，这样子走了。你看那个居士把他送走了，都不可思议哈、哦！这就是因为这个法师曾经真心确愿求往生，可是功夫不够，功夫不够，业障找上门的时候会发神经病，可是最后一关还是有人会助你一臂之力，就因为他心愿已经具足。不过我们不要做那种人好不好，我们一定要有骨气啦，我们现在最好好好念佛，有念佛功夫，因为念佛上面可以除种种业障嘛，无量劫的业障，又可以除我们的习气毛病吗？如果习气毛病也除，业障也除，我们就可以行菩萨道了啊，在这个娑婆世界就可以修清净的菩萨行，那不是可以上品生，又可以预知时至，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要拼一拼啊，哈，拼命淡薄哈，啊，莫安尼看懒惰，真的啊 ，OK， 啊，时间到了啦。啊，讲到这里也差不多，但是我要做一个一点点 conclusion 哈，就是说呢，我怕我讲到已经很广去了，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主要说，十方诸佛赞叹释迦牟尼佛很了不起，能够在五浊恶世示现成佛，很难成都能成，然后在这个世界要介绍净土这么容易就可以成佛的法门，众生很难信受，但是他还敢讲很了不起。而我们这些有一点善根的人就是能够接受，我们也可以呢得到释迦牟尼佛的救度，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今生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是谁护持我们的呢？谁救我们的呢？除了阿弥陀佛还有谁？释迦牟尼佛还有谁？十方诸佛，没有诸佛护持我们，我们不可能去极乐世界，我们一定要感恩，一定为了感恩十方诸佛，我们要发大菩提心，我们要推广净土法门，还有皈依佛乘。当然净土法门我们还要皈依佛乘，就是大乘的教理，教更多人发大菩提心，不要为自己而活，为一切众生而活，我们可以让佛教更兴盛了，正法久住一世，更多人让正法久住一点，那么更多人可以了生脱死啊，明白吗？ OK， 所以这主要是讲到这里，然后呢下个礼拜天呢就要鼓励大家弘扬净土了，这是释迦牟尼佛鼓励的哈，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下个礼拜还有两堂课，然后我们就要停两个月，我去美国，我们现在回向。